完成。首先登录派浏览器，然后在这个输入框粘贴上你提前复制好的派链国际的链接，然后点下面箭头进入派链国际，这是最快的方式。进来之后，首先点我的，要选择登录，我这已经登录上了，然后直接点这个发布，然后点确认。标题你是什么物品，名称写上，描述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物品并且可以发货，还有相关的描述再描述一下。拍相机这个位置可以从相机进行选择，也可以把提前准备好的图片进行上传就行了。分类，这有多种分类，根据自己的物品的分类进行选择。价格，用你的设定的人民币的售价除210万就是派币的价格。邮箱每个人都有。发货地选择亚洲，然后再选择中国就行了。规格是一件物还是一套还是一只，您选择。颜色很简单。库存，有几个库存填几个库存。运费也是一样，运费比如说20块钱30块钱除210万就是派币的运费价格。销售的国家选最后一个中国，所有就操作完成了，点击立即发布，它就发布上去了，等待审核。是否审核通过有两种方式，第一个就是点我的，找到自己的店铺，它就在这个位置就显示出来待审核或者已审核已通过。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的邮箱，打开邮箱收件里头派链国际会给你发出来通知，是审核通过还是未审核通过。